而家咧，即係你大家知道啦，去大陸度啊，個生活上邊好多嘢個方便程度已經超過咗香港噶啦。你而家得俾錢乞衣啊，都可以拎個手機嚟小字咁搞掂都可以㗎嘛。我啲朋友有人叫雞嘅，我叫雞都係攞個咁嘅手機嚟小字。咁啊，嗱呢啲嘢咧，即係呢樣香港仲未做到嘅。咁你啲何來有？你睇任何嘅？任何跡象啊，係會冧啦咁樣。